Hello， 宝贝们，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水果时间了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认识的水果叫做荔枝。荔枝，咦，宝贝们，你们有没有看过荔枝呢？荔枝啊，它的形状啊，是有点椭圆形的，有点椭圆形的。那它呢的外壳摸起来是软软的。软软的，那颜色呢？是咖啡色的，咖啡色的，那又有一点红色的感觉。那现在，宝贝们，我们要一起来吃吃看，荔枝吃起来的感觉是酸酸的呢，还是甜甜的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先把荔枝的外壳剥开。好，宝贝们，你们是不是也在剥荔枝呢？哦，老师，荔枝里面的果肉是什么样子啊？哦，荔枝啊，它的果肉啊，是椭圆形的。然后啊，它的果肉颜色是乳白色的，是乳白色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吃吃看，荔枝它是什么味道呢？哦，宝贝们，这个荔枝啊，它吃起来的味道是香香的，然后它的口感呢是甜甜的。但是啊，荔枝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哦，就是果核。荔枝的果核呢是咖啡色的，然后它是长方形的哦。宝贝们在吃的时候要小心，注意安全哦。宝贝们还记得我们今天的水果是什么吗？是荔枝哦。那荔枝呢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女生的皮肤可以养颜美容哦，还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帮助它消化哟。宝贝们在吃荔枝的时候可以叫爸爸妈妈一起享用哦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宝贝们拜拜。